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歌哨声伴着起床好音，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，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。准备好了吗，士兵兄弟们，但那一天真的来临。放心吧祖国，放心吧亲人，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。那军旗飞舞的方向，牵引着战车、战队和集群，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。年轻的士兵渴望建立你功勋。准备好了吗，士兵兄弟们？但那一天真的来临。放心吧，祖国。为了胜利我要勇前进。准备好了吗，士兵兄弟们？当那一天真的来临。放心吧祖国，放心吧亲人，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。